欢迎收看《木曜四超玩》。哎呀，太好了！这么没想到，这个疫情当中啊，已经这样子悄悄的过去两个月了嘞。两个月了，两个月了。这个大家每个人看起来都不错，有七八次。嗯，有七八次，大家看起来都不错，而且不仅没有变胖。每个人都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相当好，好不好？好了，那各自报告一下最近的近况。我们从达哥开始吧。最近的近况、啊，讲一下吧。有什么做些什么运动啊？在家里做了些什么菜啊？看了些什么书啊？追了些什么剧啊？啊？追什么剧哦？对，就是这样子。最近是有看了一些日剧。嗯。哦。哎呦，南哥看什么日剧？你先等一下，你先等一下啊！什么温温好好可爱，央央央央，真的好正，真的我真的到底是温温小可爱什么光？现在是怎样？都给我憋了！等一下，哎，没有了。说温你小可爱，为什么不行？不是有什么小温温央香香香香你个鸟蛋！通通给我这不能编，这不能编，这不能编，这不能编。我好兴奋，我好兴，这可以，我好兴奋，没问题，可以。温好可爱，这就可以。他兴奋没问题啊，他兴奋没什么事啊。他说我好兴奋，可是他没有讲温温，他就直接讲什么央央央央央温好可温真香阿布好美，通通给我编了。等一下，他们真的他们都可以，除非是太夸张，太夸张了是吧？对，比如说什么温温你是我七生七世的情人。好，那好，我等一下再来检查。好，对不起，那个刚打断了达哥，因为我刚刚看了这个非常生气，我就骂了一下。达哥聊到哪里了？达哥讲到说看到剧的部分，请说。日剧。我昨天看了一部日剧啊，哦，松隆子的什么剧？哦，新的那个是不是大豆田？哦，等一下，又新的，阿公好可爱，阿公好香啊，这个可以，这都留下来啊，都能留下来。等一下，我跟你讲，你如果要问达哥，你就好好问，你先不要管聊天室，先不管聊天室吗？因为我发现我们节目远端处理之后，很多节奏很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这样，看你不爽就扁你。你看我不爽，我刚讲的是讲啊。阿公真可爱，阿公好美，不，阿公不是好美，阿公好帅，帅啊！阿公好大男人主义，可以。你为什么跳过那句没念？大男人主义梗，来什么？大男人主义梗，你为什么跳过那句没念？拿什么？阿公操，阿公老，阿公上天呱呱叫，这句有没有？没有这句，不要再讲这些东西，好不好？哎，对不起，大哥，我打断你两次，这两次是算我的错，算我的错，我给你赔罪了。来，继续。对不起，我真的忍不住讲一句。有一个人说金属型男台哥，我觉得这很屌。这个要编了啦。对，打个继续，打个继续，对，继续。这是一部松隆子的日剧，什么名字？它叫做《大豆田永久子和他的三个前夫》，很长的一部。这部很有名哎。对啊，真的吗？这电影还是剧啊？这是日剧，日剧。我还没看。但它好看的点在什么地方？跟我们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也是，我喜欢这个编剧，他之前有几部都还蛮经典的，《四重奏。然后那个离婚什么？离婚活动。对。我觉得这个编剧写出来的台词，他是讲的对。离婚以后怎么还会不活动？离婚以后一定活动的嘛？不是啦，那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啦，连我的他都没有离婚。哎，对，我说这个编剧他写出来的台词，我觉得非常的生活化，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顺，你就会觉得不是很刻意，但是你会觉得好，不好意思，好是你生活当中看到的东西。他这个跟生活化的很贴近，是不是感觉？对，就是有你会觉得一般日剧是不会，一般的剧作是不会这样子演出来。那你觉得是贴近日本人的生活呢，还是说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放诸四海皆准？其实还是比较日本人的生活模式。说的是呢，可是你会觉得很容易的看进去。是是是，很棒，尤其他的台词真的写的
而且就在你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了日本人的笑，我觉得真的好美，我刚才觉得真的。就好了，这种可爱的是呢，我们是不是一直在下面？听我的这种人，听我说，可爱男的啊！刚刚台达哥发表了这一段感想，你讲讲。他现在在这个大家社会上的认知上，好像他变成是一个非常了解日本戏剧的一个达人，他整个视野宽了、嗯，他现在变得哇剧评，然后。感觉是那种老日剧、老日股，看了很多日剧。老日股，老日股。好，那等一下我就看，我要告诉你我有多日股了，好啊。这是一个算是，接近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个剧嘛，对不对？哈，这好，所以大家回去也可以追追看，好吧？大家体验一下日本人的现代的生活。洋洋啥？哟，洋洋突然间刚有个空灵的感觉，像突然间这样，他刚是这样。他刚刚搞一个这个，来台哥你示范一个空灵的感觉，空灵是吗？空灵感，通灵，你这个有一点空灵感，空灵还是通灵？我是说通灵，不然你示范一个，你是来台哥现在为大家示范通灵感，来你示范一个通灵的是吧？通灵感，精通灵，来，对，下面两公位来，来，这通灵啊，后来 ，KO。可以，大概可以问事了吗？问事了吗？好来，可以问事情，都逃来，可以问事情了吗？大概是这样，可以问事情了嗎。杨先生，通了。刚刚你那个央央有一个空灵感哈，刚央你这几天在做什么？我这天跟前几周差不多，哎呦，哎，我突然间发觉，对不起，打岔一下，我刚突然间发觉央央有个动作，突然间哦 ，suddenly 就这么一秒钟，突然间有女人味了，有女人味。他刚刚是这样，我其实这几天。就这样，差不多就这样子。你再弄一次，白色。这几天，我跟你讲，你先让别人有点这样子。我们看，我们只觉得你有点像 Angelina Pasadena。Angelina Pasadena 吗？对。Angelina Pasadena。你这样是不是一个预告即将问世的一个新的？对，即将问世。等一下，他刚有个动作，这样突然间这样子，哦，这个可以，这可以啊，最近可以，哎，继续。但是最近有看那个，因为我看玛利亚刚好限动有推荐几部日剧，然后就想说我去看一下那个没看过的。然后看完之后那个法官的故事之后，我整个觉得天哪，男主角太帅了！我还特地跟温温推荐说，拜托你一定要看那一部，我真的觉得被爽到。大家都看日剧，但是我看完之后发现一件很惊人的事情。什么事？还有什么事？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男主角，他50岁了。听我说，听我说，他已经到了我南天门的门槛了，你知道？南天门那里，你知道吗？南天门吗？南天门那？我想跟你说，他不是门槛，56岁是过一个门板，也可以说是一个棺材板。快！什么叫门板？呸！50岁还在门板外，56岁就在门板内。好了，喂，好，继续。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叫做《亚瑟刑事组》。哦，亚瑟刑事组，哦，亚瑟 ，OK。日文我不知道怎么说，可能请玛利亚讲一下。卡莫什么东西是这个？哪一个亚？卡拉斯。卡拉斯。是卡拉斯。嗯，卡拉斯。卡拉斯。乌鸦。哦，乌鸦卡拉斯的是呢。啊，想要听一下那个吗？那个旅鸦。タビカラス。タビカラス聞きたいです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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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想听，可是有版权问题。タビカラス，然后听到达哥直接离线是怎样？达哥你是不是离线？就做他们听到的是高，达哥就这样摆。就做呢，哎，达哥喂，达哥，哎，有两个达哥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会这样？达哥你在用什么？要登场了吧？静音。达哥你登场了吧？达哥你加开两个镜头是什么意思？你这样感觉有两个人要直播什么意思？哎呦，干嘛？干嘛？今天没有两个通告费哦，只有一个。什么意思？只有半个，问你只有半个，没声音，怎么搞的？而且你现在没开麦，你完全听不到在讲什么。刚刚那个我已经进不去了，哎，好了，没了。嗨，林一见，
空好，所以那个叫做亚瑟什么？亚瑟事件组刑事刑事组啊，亚瑟刑事组啊，我知道亚瑟刑事组，我知道这个戏，你要知道啊，他都知道啊。刑事だの？刑事、刑事ですね。裁判官、裁判官。刑事ですね、刑事ですね。わかりました。等一下，你说刑事ですね，然后亚当说对，刑事です。然后玛利亚说不是刑事，是裁判官，是那个法官。到底这部戏是什么？裁判官ですか？裁判官ですか？啊，すみません、裁判官だよ。然后你是被两方没看，你只是硬讲一个话题，你没看对不对？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裁判官ですね。嗨嗨，公平公平，裁判官。都看日剧，看有没有西洋还是韩国的？问一下。嗨嗨嗨嗨嗨，好了，那就换到怎么乱掉？这个图形怎么乱？我这乱了我的方寸嘛！我本来是有次第的嘛。你是忘记去问了？我有顺序嘛？你问到了央跟达哥。我想问，那我就要用对角线这样问法，我用对角线，对角线这样子对角。这样子上去，所以这样下来啊。那马鲁强，哎，马鲁强，上个礼拜在干什么呢？我最近在来台湾之后，第一次买了家具店，家电，什么家电呢？我买了水波炉。水波炉是什么？来跟你解释一下。因为之前只有微波的功能的一个微波炉，然后我不是从日本买的吧？对对，这是夏普的。哦。对，就是那个我想烤吐司，还有那个什么可以做甜点烤那个什么饼蛋糕啊之类的，所以我买饼干。对。就是有一点自己觉得啊，有一点大人的感觉。买家电。来，各位，你们先跟台哥，先跟昭和时期的大哥解释一下什么是水波炉。他只听过水波蛋，他没听过水波炉啊。なんですか？これ水波炉。水波炉怎么说的？我来说。等一下，你刚刚讲说以日本的纪年来讲的话，我是昭和，对不对？不可能，现场只有我一个昭和吧？你昭和啊。你们昭和，你昭和剩下五个平成，我也是平成啊。然后我们厅上的三个小朋友是令和啊，不可能嘛？是啊。现场其他六个人没有人是所谓以日本的纪元来讲没有昭和的。你已经是昭和的边边，太正大正时期的尾巴。太正。而且台哥，你想要说谁？你想要说谁嘛？你觉得谁是昭和？如果让你选一个好事，你觉得谁是昭和？我觉得。Kid 或昆达有可能是昭，我是昭。以日本的纪年来讲的话，我是昭和四十年。对啊。如果以日本的纪年呢 ？Kid 的背景突然变得好美，很像日本的。等一下，昭和，但是昭和总共是有57年，对，很长，对不对？你是大正最后一年出生嘛？然后你横跨了整个昭和时代，今年刚好56啊，对啊。我跟你讲，我对日本历史还是有些了解的哦。大正是15年哦，昭和是57年哦，所以你是昭和一年出生，今年屁啦！我妈妈是昭和8年哦，你妈妈昭和8年，你在乱讲什么鸟？所以你是昭和大概40年啊？你是昭和40年？对啊，哇，真老啊，真的是老，是不是？真的老。那我们就平成了，对啊，平成世代啊。你怎么可能？我大你十啊？对哦，你大我十几，你看看，你大我30岁。昭和有是63年吗？不是，还是57年？哇，你这要让日本系昭和的体制，我也忘了嘞。64，台哥，我们不要讲好了，因为我们没查证，到时候万一查证，快去查证。网友自己查一下。好了，反正就这样子。我刚刚讲到什么？玛利亚厂变成大人了，哎，对不对？我是昭和哎。啊，对啊，因为我是1980到1989。到1989，我也是昭和啊！我们时代的我，完蛋了！那我是什么 ？Kid 也是昭和 ，Kid 也是昭和。哦，我们三个是时代的啦！完了！不可能！完了！百祥也是昭和啦！完了！现在30，百祥比我小。OK 了，OK 了。我11月啊，你 Kid 比我大一点啊。靠，我们都昭和哦，好老哦，我是平成，同一个时代啦，我们是横滨昭和艺人馆，那我们算时代的尾巴啦，好丢脸，你现在都令和了，我们还昭和哦，好糗哦。好了，那玛利亚厂，你最想把这个水波蛋啊，不是水波蛋，水波炉，你做什么东西，想做给谁吃？
你不要讲我，因为你讲我，大家就说哦，一定又是讲台哥什么什么，没有意思。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做给台哥吃，也可以说实话，你就讲实话。但是我们不要说这是什么，我最讨厌什么节目效果，不喜欢这样子。但是你真心的很想在第一次用这个水波炉在做东西，想做给谁吃？比方说做给爸爸妈妈吃，但爸爸妈妈因为现在人不在台湾嘛，所以谁能够代替你爸妈一起来吃这个东西的？你最想做给谁吃？你看台哥干嘛举手？温妮，干嘛举手？温妮，你要说话。温妮，你想说话？我们 Q 温妮。温妮，你想说什么？因为我看 Q 哥举手，我就举手了。我也是，我看达哥 Q 哥举手，我就举手了。来，央你举手。央你想说什么？央你想说什么？来，郭大哥，郭大哥说什么？我们就伸出两只手。哎，以后我们想发言，我们就举手，好不好？对。好，那我们现在就问了，玛利亚想，你最想做给谁吃？好像是那个斜坡炉可以煮东西，煮什么？煮什么？炖东西。然后对，然后我最近喜欢做那个马铃薯炖肉。马铃薯炖肉，太刺激了！马铃薯炖肉，太刺激！马铃薯炖肉，我都吃，太刺激！你这么喜欢？要不泰森还没举手之前呢，现在举手的是 Kid 哥跟坤德哥，所以我跟那个两个人给他们吃的。有举手才有啦，我跟你举手哦，原来是我们可以吃啊！我也举了，我也举了。OK， 我举手呢，反正你是举不起来。我来个不举啊！拿过来。各位观众评评理啊！这句话是谁说的？你看，来人了，来人了，看到没有？来人了，看到没有？我们开一样玩笑，你们把他给我 ban 了，说我们是人渣什么的，你看没有？说的什么话？把洋洋给我 ban 了，我们洋当众说出这种事情，而且我们也没办法分辨他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的。你讲的话，等一下。我这个，我的确，我到现在也没有考过举人，好不好？我放不下来啊！大哥，大哥的右下角，他一直举着。哎，你去抽一点凉烟就可以压下来。我是真的很想，我是真的很想吃马铃薯炖肉，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马铃薯炖肉。你这么喜欢，我们明天做给你吃。我最爱吃就是马铃薯炖肉，这样子好了，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呢，来举办一次马铃薯炖肉比赛，由你们五位来马铃薯炖肉，我来评鉴谁做的马铃薯炖肉最好吃。这么紧张，好不好？好不好？我听懂，就比如说玛利亚做日本爱妻马铃薯炖肉，然后 Kid 可能做野人马铃薯炖肉。不管了，我们就是马铃薯炖肉，它是主项，你里面可以放洋葱，可以放马铃薯，但是一定要有马铃薯跟肉嘛，对不对？但是呢，你也可以放萝卜或放随便你。但是马铃薯炖肉是一个基底，然后我来吃，最后到底谁冠军的那个人怎么样？他就真的是冠军。哈，没有奖品哦。对啊，对啊。好了，我不分男女，也不用安全，直接稳的啦。怎么样？你说不分男女？不分男女。那万一是我做给，万一是我做给你吃的马铃薯披双牛冠军怎么办呢？那我已经毒死了，我还在不要乱讲这些东西啊！我是想说双酱牛讲错了，不要乱说啦，那小朋友说我们在乱讲。我开现在玩笑都不能开了，是不是我？信不信我退阵？是啊，好不好？就这样。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个，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节目有被退战，是不是？我现在刚刚才知道有被退战啊，有被退战是不是？就是退订什么的，是不是？你干嘛忽然间聊这个？不，我突然间才知道，我刚突然间才悟过来，因为你们刚才开直播嘛，我后来出去问他们，所以原来才知道这个事情。你前天都知道了，好不好？不是，但是我没有知道那么详细，你知道意思吗？我不知道你后来又讲了一些鸟事，我是不太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那个什么，新闻上也有写嘛。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东西。我刚问了一下，你为什么忽然间想讲这个话题？没有办法，我突然间知道了，我就讲一下了。哦，好不好？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这个，做马铃薯炖肉呢，我们大家来评比一下。厉害，好吧？你主持人呢？好屌！你到最后，你这个话题这样跳，我们刚六个人，你刚讲这话的时候，他们六个人表情有多严肃？想说好，现在来讲这个话题，大家就做平衡。准备要讲的时候，你就说好来，大家来做马铃薯，马铃薯炖肉，来先 Q 一下。实在是猜不透你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一下，你哈拉这么久，你到底知道水波炉是什么没？我不知道啊。水波炉就是
它结合多功能，有烤箱，有气炸锅，有微波炉，这种东西就会被称为水波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真的有啊！它互相微波炉没有，它互相抵触的。它怎么可能微波，然后又去水波，然后又去那烤箱？怎么不可能？没有，它是装没有，它装在一起，然后一个箱子。还是要来我家看看啊？啊！哎，我跟你讲，马料厂这个我就不好推辞了，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嘛，我必须要到你家亲自去看一下。而且我跟你讲啊。我说不定我会操作，我可能就可以先炖一个那个马铃薯茄子炖排骨给你吃。我们烧排骨。哎，才哥，我跟你去。啊，不用不用，你不用。那个，你不用不用，你不用不用，你没关系。那你带材料啊。好好，没有不用不用不用，都不要都不用。找合的才可以去啊。哎，你们也先不用，你先也不用，你先不用。昭和聚会。我要问一下 Kid， 你有没有吃过我做的麻子排骨？我没吃过，看你没吃过，糟糕了！你做的马子排骨，我听说昆达他们好像有吃过，对不对？来这边有吃过吗？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当兵，你在当兵，我跟你讲 ，Kid， 我真的要为你做一锅马子排骨，全部只给你一个人吃，全部都是马子吃到饱。我跟你讲哦，你不会想要分给别人吃的。你问一下昆达，你说好不好吃？真的，对不对？那个谁，小青蛙，你说好不好吃？靠腰！我现在说马子排骨，你嗯个屁啊！这样，等一下，对，等一下，你国会叫你在投票，他可以嗯，在喝水啦，喝水好。那个央，你说好不好吃？马子排骨哦，嗯，什么意思啊？好吃，好吃，好的。Hello， 马里亚厂 ，Hello， 没有吃过，好，我再炖一锅给马里亚厂吃。那这样，马里亚厂，我到你们家用这个水波炉来做好了，好哦，好不好？可是你不会用啊？哎，对，我不会用。对，对啊，没关系，你手把手，手抓着我的手的教我。来，听我说，听我说，好不好？就会了。择其不。还是我去学，我教台哥。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你先都不用讲，不用。我就跟玛利亚学完之后教你。不用不用，你不用，你不用。这建议很好。你不用你不用，好，继续。这建议很好。刚才说什么？没有，我刚刚本来只是想说，你如果这么想要拍这个段影，我们礼拜一就拍。所以礼拜一早上呢，玛利亚，你把钥匙放在地毯底下，你先出去，然后台哥你就去他家。然后把说明书留在水波炉前面，然后我们在他家把马子排骨做完以后呢，酒精都喷完，都消完毒之后，我们离开，然后玛利亚再回家吃，然后再说啊，好开心，这样子就拍完了。有刚好玩的，居然让两个人同时在一个里面吗？哎、没有一起的。他这个讲的也是对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安全嘛。我们现在这个最好是在疫情期间，大家能够不要接触是最好，对不对？没错。那这样子，如果我全部用保鲜膜把我自己包起来，然后再戴上口罩，我这样可不可以跟玛利亚讲？可以，你会先死掉。你把全部的保鲜膜都包起来，可以。问题是，你就会跟咸蛋超人一样，你的活动时间剩不到三分钟。什么意思？因为你会这样，就变水波火炉了。算了，我不想讲。谁家的垃圾车来了？谁来的正是时候。来烧台哥，谁的垃圾车？哎、欸，我已经举手了。你的垃圾车，你们家的时间是这个时候的 ？OK， 对，可以可以。好了，那我刚刚问完玛利亚厂，他是有一个水波炉，准备要做新的东西给大家吃，好不好？现在换到那个小青蛙，你说。我差不多也是一样、欸，就是运动，然后练吉他，然后写歌，然后看足球，还看剧，这样。看足球，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那一场？那个有意大利跟西班牙那一场，有。哇靠，那个 PK 真的是 P 的，我跟你讲，真的是哇靠！我跟你讲，我会 P 到我真的，我不骗你，我真的整个尿都快喷出来了。教一下你怎么差的，教一下。我跟你讲，怎么差，教一下。欧洲杯不好差，不好弄，因为我们不懂，不懂就弄，不懂，因为这个我们比较不懂。老实讲一句，但是我们看他那个气氛有没有？没想到意大利。那个魔咒有没有还是厉害、嗯、还是把西班牙踢走了、嗯、你看就是这样然后我这一次、喔、我才真正静下心来好好的研究那个每一球的那个踢球的过程你知道是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等一下玛利亚你在干嘛啊就是他嘛我知道我知道西罗子我兄弟裤子看起来怪怪的我兄弟因为他你不拿出来他大家会以为他是打棒球的他以为打棒球，其实不是打棒球的是那个谁啦，不是他，是 ERA， 不是他，好不好？我跟你讲哦、喔、，ERA 是这样。达哥那个背后的图，你以为是西罗，不是他自己，是他自己。
哎、欸，我跟你们讲，我还没讲，你听我讲讲。我在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足球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足球哦，真的是一个非常神乎奇迹的运动，真的了不起。这些足球的球员，你看他这样一个球吊高一个球员嘛，到中场，然后他马上顺势接到那个球以后，然后再传球，哇，然后这样进攻。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足球太难了，太难了。然后我以前越位，我以前看不太懂，我现在看懂了，你知道？我就懂了以后，我才觉得说，哇，这个球好好，这个球真的是了不起，这个太厉害了，因为它有很多限制，对，它有很多限制。然后它跟橄榄球一样，橄榄球的限制也是很多，它这种东西都是神乎其技，真的，我就不得不敬佩这些。像 C 罗，他又是他的 C 罗七砍。C 罗啊，他不仅我告诉你，你刚说 C 罗什么 ？C 罗七砍啊 ，C 罗大脚啊。哎 ，C 罗他不仅足球踢得好，酱油也做得好。是啊，我跟你讲，还有最主要他棒球也打得好。C 罗，我真的不得马亚桑，马亚桑，你不要这么弄一些伤风败俗的照片，名字要曝光了。说的是呢，要曝光了。好了，那就这样了。那个，我觉得你明明在访问小青蛙，后来聊到 C 罗，到底小青蛙讲的什么？对，小青蛙讲的就是他有看足球嘛，所以从这一点，我认为小青蛙是一个有水准的人。是，就是有些女生啊，她不懂得看球什么，有没有？她小青蛙她会去看球，而且她小青蛙，我是讲真，小青蛙她今天看起来哈，很像一个这个年纪很轻的一个，差不多高中生大学。哎呦，我有，今天有这个感觉。今天小，但是前，但我有点不习惯。但前两个礼拜不行，前两个礼拜我跟你讲，前两个礼拜怪一怪心，前两个不好看。前两个礼拜偏中，今天不一样。今天因为你有 C 罗附身了，感觉不错。又 so energetic。可以可以可以，他可以去代言酱油。你今天可以，好不好？而且你我刚刚讲到意大利跟西班牙那场，你还会有反应，我就觉得你是个咖，好不好？不错，小心慢点。好了，我们就要问一下真正的足球迷了 ，Kid 是。四个卡，你要分析一下最后这四强有没有？已经产生两个要对决了嘛？怎么差？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对决，意大利跟那个丹麦，对，怎么？丹麦死掉了，像那个英格兰，所以你觉得是那个鞋子会赢呢，还是薯条会赢？我觉得 fish 就是。炸鱼啊！你觉得炸鱼？炸鱼薯条会赢还是？他们叫英国人叫薯条，我一下子听不太。没有了，英国人叫炸鱼了。那另外一边是什么？对，炸鱼。我觉得炸鱼会赢啊，因为炸鱼现在毕竟是主场嘛，所以他这个主场优势还是居多一 点。而且他们是气势太强。我告诉你，他气势真的好强哦。他气势很强，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但是我告诉你，哎呦哎呦，但是我告诉你哦，哎呦，我跟你讲哦。要爆了！哎呦，很恐怖哦！哎、你知不知道？说不定哦，说不定哦。我走。被意大利这边撑到最后这边 PK 哦。哦。哎，对，这就不一定了。又在那边弄啊弄，弄啊弄，弄啊弄，弄弄弄哦。对。意大利是鞋子，好难哦。意大利鞋子啊，靴子啊，所以可以买吗？可以买吗？那要怎么差？你要讲一下怎么差，你又没讲。这个难，他让分怎么让？平衡、啊、PK 吗？他是开 PK 吗？你现在不要真的差，就讲个笑话就好了。你真的在那边差、啊。其实最近就是看 NBA， 然后又看那个网球，棒球也看那个大谷翔平。我跟你讲，哇，刀流大谷翔平真的厉害，他的现在的战绩已经超过了古吉拉了。嗯。古奇拉以前是31，他32红。啊，之一。古奇拉阿罗呢，以前是算是我的偶像的室友。哦，阿罗是不是有在差？柠檬跟我爸爸一样。那个年代，古奇拉都阿罗呢，铃木一郎上阿罗呢，都是以前的上阿的都是我的偶像的。嗯。呢。今は大谷翔平がすごい。说的是呢，大谷，我跟你讲，他大谷他跟他不太一样，他那个。投手能够强成这样子，简直是莫名其妙。太强，他这已经，他这个已经是怪物，所以人家说他是一个 monster， 你知道吗 ？monster。而且他在打球的时候有没有？你看他打球，他是笑的，嗯，他是微笑。他丢球也是丢完一个这样，那边笑什么鸟？他不在笑什么？他就是微笑，然后也没有什么很紧张的，就很厉害。我真的没有想到2021年
你跟小青蛙还有 Key 的三个人竟然组成属于木曜的岔球联盟，我真的不是岔球联盟，我是关心啊。还有一个哎 ，Kershaw 现在在哪一队？我忘记。你熟悉成这样，科肖啊，科肖现在在哪一队 ？Kershaw， 哎 ，Kershaw 那个球也是屌，他投那个球中 ，Kershaw 大投科肖，大都会。Kershaw 现在在大都会吗？对，我是没有太注意了，最近没有，我是没有太注意。但是我跟你讲，我他那场是让我没有办法不去注意他。你看，天使队真的是一个好交易啊！搞到大股队过来，大股过来真是大股浓汤，现在你知道吗？大股浓汤真的是炖的，这是强强棍，真的是厉害。超强哎，很扯。你知道这个大联盟有多扯吗？当有一个大投手进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是用啊 ，Dodgers 是不是？好，我跟你讲，他都是用那个放大镜跟显微镜。用最慢的速度在看你的球是怎么进垒的，跟你每一颗球，跟球跟球之间你是怎么配球的，被分析到炸。我跟你讲，分析到炸掉。所以你如果说能够连续三四年你都是这种差中的话，都是那种二十岁以上那种大投手，有没有？就是我操，真的很屌，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啊，我不会。以前那个老虎队那个神头叫什么来着？老虎队后来会到哪里？稍等一下，网友有一句话真的很好笑。讲讲，他说我以为台哥是主持起家，想不到是运彩起家的。我跟你讲，我不是运彩起家的。最近疫情的关系，我不是运彩起家的，我是很早以前就起家了，然后我整个家都败掉也是因为他。喂，我告诉你哦，我以前分析很厉害。我曾经十五场全胜，厉不厉害？连差十五场，十五场全胜，十五场哦，十五场当天比赛，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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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场，你连续十五场全胜，不对，然后后来第十六场呢？一次没有，就是一天。他俩说十六场的时候被抓，一天呢、啊？一天全胜啊？哦，对啊，很厉害，好吧？哎，这那个我在记得那个。以前有一个队叫什么运动家队，后来还拍成队电影，连续二十二胜，是二十一还是二十二胜？不难，连胜记录很难。你记不记得这个？我跟你讲，那一次让庄家赢到真的整个人都疯掉。结果真的在讲岔球了，喂，真的、啊。虽然听你讲岔球蛮好笑的，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讲运动，不要讲岔球。岔球就是运动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你也为农。我跟你讲，我的意思说，你不要你我是这样讲，你不要乱赌嘛，乱赌不好。但是你看一场球，比方你差个一千块，你差个两千块，是不是？它是一种乐，它是一个乐趣嘛，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说差个二十万，差个三十万，那就不是乐趣，那就是相杀了，就不好了。身家是不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啊！你跟小青蛙开一个新节目，你们祖孙岔球了。哎，小青蛙，我看你这个分析这个足球，我觉得你有点水准哦。就像看起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分析，他刚刚只喝一口水，我就他刚刚只有喝一口保温瓶啊，他没有分析的啊。那我问你，达比修友他曾经在哪一队效力过？我不知道。哎呦，讲到其中的一队就好，一队。我不知道，我是这次足球才开始深入足球的。不好意思，达比修友是棒球、啊，达比修是棒球，是棒球嘞、欸，对，棒球。对，就是棒球。台哥好像对那个棒球蛮熟的哦。对棒球，我跟你讲，真的是，我是那个我的那个年代是 Magic Johnson， 不是另外那么讲，是那个怪兽强森啊。另外一个网友都很好笑，个头很高的那个。他说小赌怡情，大赌怡民。然后还有那个Rivera 他是终结者。哎，还有一个也是终结者，是老队的最烂的，叫祖玛雅。祖玛雅，祖玛雅烂逼，我不知道现在到哪去。还有一个叫 Proctor， 还有一个叫做安爹锅什么什么，都很烂的。那谁让你赢最多钱啊？不对，谁让你差最多錢？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哎、欸，海大哥 ，Randy Johnson， 对，巨怪 Randy Johnson， 对。大哥，回答你的问题，孔哥。哦，我知道。
不要再讲了。我是时代的证人，孔哥。好了，郭哥比较烂。反正不想讲，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好不好？你看我那个年代还有一个投手很屌，叫穆西纳。你还要讲穆西纳？穆西纳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队的教练，我已经不知道了。还是他自己买了一个球队还是什么？穆西纳，那很厉害。穆西纳，穆西纳啦，穆西纳，很厉害。我想投球也是怪里怪气。然后你就看那个 Randy Johnson 啊，他厉害到什么？他那个手很长，你知道？你在他投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是左，他好像是左投的。你会觉得说他那个球好像是这样放到那个捕手的手套里面去，他手这么长，真的很屌。好了，算了，不想讲了。等下爸爸，我跟你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一下这礼拜天，虽然是欧国杯，他已经在打决赛了。我觉得美洲杯那个阿根廷对巴西啊，也是蛮值得看的。好吧，梅西对那个内马尔，内马尔。哎，你看聊天室也是有一些懂的啊，厉害啊，不错、啊，真的很懂。哎，都是 OK 的嘛，是不是 ？OK 的，同道中人、啊、同道中人。我刚刚讲一个那个祖玛雅，你们有听过吗？你就厉害了。祖玛雅以前是那个。我跟你讲，你不要放一个屁，好像没事一样，好不好？怎样？你说祖玛雅，我跟你讲，玛雅。祖玛雅以前就是那个。老虎队的最烂，真的是，好不好？你看你都不知道。好了，就这样。听我说一个事情。先到这边怎么样？我没有想到。我都访问到了吗？你让我讲一下，还没，还有谁？刚 Kid 有没表示意见呢、啊？他觉得他我讲完了，我讲完了。他觉得英国队有机会。我觉得英国队有机会。可是我跟你讲，我也觉得英国队有机会。但是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会有这种反反的和，你知道吗？就比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英国队会赢哦，有没有？老天爷就来这一套。然后他就让你就又爆冷门，然后就那个意大利，你知道吗？然后这边大家想想说，哦，他有可能爆冷门哦。然后大家全部又刷去查那个会爆冷门的意大利队，结果我跟你讲，就是英国队赢，他就来这套，他就到底要怎么样不知道。网友说，我原子笔拿着脱了裤子听你讲二十分钟，到底要买哪一队？他脱了裤子跟脱了裤子原子笔跟原子笔。又到同类的时候，不知道来各位大家讲一下近况，然后又讲一个小时去了。好了，听我说，我要讲。我跟你讲，真的，你要我讲一个重要讯息，可不可以？他这个分析也是对的。你听我讲一下。我跟你讲，我觉得大哥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人都会到一个这样的时期。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又有点恐怖，这个时候就想到主场，对不对？主场在英国，对不对？好，英国很强，对不对？大家都会想说，啊，一定是英国嘛。然后我跟你讲，就来一个让分，可能是英国让半分，你知道，或者说是让一分，那二比一他就赢了嘛。对，结果后来我跟你讲，他就踢平手，然后到 PK 挂掉，这就很难讲，这真的是很难讲，真的是，好不好？怎么办？好难差，这很难差。网友都很好笑，我刚刚看到一句很好笑，他说：“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对不对？”很幽默哎。对啊，反着唱。我跟你讲，我就是每次这样分析来分析，我就是喜欢这样分析过去又分析过来，分析过来，后来呢，后来当当当当当，然后就插手挂掉。然后就想说，干，你看吧。我就知道是这个嘛，然后大家恨来恨去，恨来恨去，骂来骂去，骂来骂去，然后就把钱拿出来交给人家，就这样。交给那个什么了，财券行。交给狗哥。我就拿了一点钱。不要再讲了。我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好不好？哎呀，我这么实在，我跟你讲，我刚聊完这些，聊这好吗？你看，有人讲说想买就买英格兰，但是我跟你讲，好，我现在分析一个，等一下啦，不要再分析了，不要再分析了，我讲一个重要的资讯，我没有想到今天大家这么喜欢运动，我要跟大家推广一个厉害的，要跟大家推广一个中华电信奥运开幕的线上派对，来进一下字卡，不得了了，全民奥运。
看中华挺中华，大家期盼已久的2020东京奥运赛事即将开幕了。中华电信将于7月23日举办奥运开幕线上派对，当天将由木曜一老带三宝木曜女神出席，与大家一老一老带三宝，哪来一老？你啊，没有一老啊，哪有讲一老？我自己家的，靠用。以及神秘嘉宾会来到派对中啊，你是神秘嘉宾，不小心讲掉。还有当然不可或缺的精美好礼等你拿。至木曜粉丝团填写表单，有机会参加中华电信奥运开幕限量派对，还可以获得可口可乐奥运纪念罐，中华电信限定版一组6罐，限量500名，好吗？好，那我234要跟着念吗？234不用。来，下一张字卡。什么？这是下一张吗？至中华电信限定门是申办或者租借 VR 可享受沉浸式的体验看奥运哦，还有机会跟木曜女神近距离互动。租借 VR 至指定门是时间办理 XR Space 租借，一定要 XR Space 才有机会跟木曜女神互动，好不好？你租的那个头盔呢，当天你就有可能可以在头盔里面跟女神相遇。你们这样懂意思吗？你们是木曜女神哦？对啊，我们吗？好可爱哦、喔！木曜女神应该 OK 吧？可以啊，很好哎、欸。还是叫温江妹妹。谁家那边又来救护车是谁呀、啊？谁？举手，举手。是 Kid 哎、欸，坤大哥家也有，怎么搞？你们俩是不是住一起了？怎么两个一起举手？来来来，中华电信奥运开幕线上派对的报名方式：填写报名表单，并附上一张，注意哦，一定要附上一张为中华队加油的照片。好，照片的规格需要正方形1:1，附上一张照片就是你拍你自己，比如说中华队加油，然后你为中华队加油这样子，好不好？好，就可以参加抽奖。好，会抽500名，有500名有资格，好不好？而且其中还有15位的天选之人，当天可以跟我们的木曜女神视讯互动。OK， 表单即日起填写日期，现在是即日起开始吗？对，即日起至7月12号礼拜一为止。好，扫 QR code 或是到木曜粉专 po 文找到连结，好不好？期待活动当天见面，所以你们要先报名，先抽奖 ，OK？ 没关系吗？哦，好了，继续聊吧。你还想唱什么？来聊一下。什么东西？要、哦、看影片了，是不是？哦，时间不够了。哦，大概要看你跟大元那个我跟你讲擦球的影片。我今天听到你们大家对于运动啊这么喜欢，我是觉得很好。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支持运动。就像刚刚是聊天室里面有人讲，这次的这个如果奥运的话，日本的女排很厉害啊。日本女排很值得看，日本女排 ，Hi cuteness 呢 ？Hi cuteness， 对不对？可以呢，哎，这排球真的好看哦。嗯，是，厉害，我希望我们的排球也要好一点，真的。然后我跟你讲，好几场那个我看，那个小天呢、啊，还有那个戴志颖他们打那个羽球，真的厉害，真厉害。然后我们有一个选手，前几天我看撞球也是。哇，也打得好！台湾的撞球很强，撞球很强，所以你看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发展的嘛。我们体能上很限制输人家，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英格兰公开赛的时候，那个打那个撞球蛮打得蛮强的，好好看。台湾撞球真的很强。你看我是不是很关心运动？我是对运动我是最喜欢的。下次我们来一个 snooker 大赛，我告诉你。不，我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你这样讲是不是？嗯。我发现 Kid 跟坤达哥两个人哇，也不是开玩笑的，嘴角微笑。我跟你讲，我有一阵子没打，我现在我回去练个大概半个月，再来跟你们拼，你就知道那种，他的丢锤这样下去，我那时候打那个 snooker 是一锤5块钱的时候。哎、欸，你年少时期怎么都是在赌钱呢、啊？不是、啊、打一局要给5块、啊，打一局要给5块，要给5块啊！我们是有那个计分的，女生在计分呐、啊。哎、啊，你要打多少？多久？怕冷锤的啊，冷锤，好像，好像。完了完了！对啊，他为什么会比耶？为什么会比耶？嗯，那这样，然后这样，然后就有少年队的冲进来喽，偷偷跑掉。哪个学校的？然后就带走，带走，所以搞了半天球也没打到，就被带走了。啊 ，OK， 带走就带到那个圆山那边少年队，圆山呐、啊，就是圆山动物园旁边。大家有没有去过圆山动物园旁边？圆山少年队。
好了啦，好了，不要再闹了。我跟你讲，真的聊到时间，欸、时间光阴似箭。球年代那时候，你看我小时候就是少年，在少年队参加加入少年队的事。你到底是？球年代的时候，哎，偶像对啊，那时候我就是跟那个谁一样的偶像，那木村拓哉，木村拓哉少年队。木村拓哉不是少年，不是吗？那时候现在是人称日本红孩儿，不是少年队，日本红蜻蜓啊。啊啊啊！红孩儿那个是球年代的没买达利斯干嘛的呀？先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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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小虎队吧？不是吗？小虎队一首歌不就是对啊？就是阿卡阿卡阿卡什么阿卡通波阿卡通波。嗯。阿卡通波。干嘛？好多梦。结果日本人吸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出生。我跟你讲，我不是开玩笑。其实我当年有可能会加入红海，真的假的啦？你是说那个金钱要买那个红海儿、喔？不是，哎，是红海儿，也是小队啊。他不就是我唱的那首歌吗？啊，那小虎队，差点加入马国贤哥的红海儿。对，因为我年纪稍微大了一点，要不然我就加入红海兒。要劈腿、欸，要劈腿吧？红海儿、啊、要后空翻哎、欸！你后来组那个也不错啊。你跟顺哥跟那个杨丽英、丽英姐，三口组，后来我们就去三口组了。什么新时代的什么忘记怎么唱？新时代，我也不知道。好了，不要再讲了啦。好了啦 ，OK 了啦。来，我跟你讲，看一下今天要谢谢谁。谢完要看影片了，时间到了、欸。我今天突然间一讲到运动，我整个人欲罢不能。对啊，真的、好想运动，好想运动。我跟你讲，我是快了。哦，感谢 Canon。感谢 Epidemic Sound， 感谢 Echo， 嗨嗨、欸，好。他们网友还说，我应该叫组个队叫红童儿。好幽默，黄友健幽默。哎、欸，就你像你们这么幽默的人，我们怎么舍得把你们编掉？我们只会把你们放在另外一区嘛，好不好？红童儿蛮幽默的。红童儿，红童写的好。哎、欸，红童儿，我看一下是谁写的，快点，我看名字。红童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红童儿。红童儿打啊！我看谁打嘛？是红童儿吧？哦 ，Jackie Lin 他打红童儿，红童儿 ，OK， 好吧，红童少年团可以。我今天今天进来的是把短片念了，再放一遍吧。短片很多吗？好了，红童儿，那这样了，谢谢大家了，好不好？哎，我们下个礼拜说不定就可以在这边戴着口罩见面，说不定。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见面，然后下个礼拜当面把我爸。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是微解封嘛，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要遵守规定，就是说十二号开始微解封。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这个自由新政的问题。你如果说在一个半夜的时候，旁边一个人都没有，连鬼都没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口罩脱下来跑步。如果这个是方圆500公里内都一个人都没有，那万一他听你的，他就这样半夜然后看说，只有虫鸣鸟叫，呜呜呜，然后想到阿公说，方圆500里之内没有人也没有鬼，我现在可以脱口罩了。他一脱，然后就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呢？你不听我，那是一只猫头鹰在旁边，不哭了，猫头鹰染疫了。你不要乱讲啊！好了，还是要戴好口罩。万一动物有那个哦，群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群聚，好不好？好了，我们希望这个真的能够天佑台湾，这一把一定要赢，好不好？因为台湾都是因为台湾人都是赢博的了，这个一定爱博赢。喂，好不好？好了，好了，大家下礼拜准时收看足球怎么差，大家再见。足球哎、欸，敢不敢这时候差？等一下啊、哦，六个人认为英国会赢的，请举手。哎、欸，全举了。哎、欸，我这个有举。谁这么大胆，想说节目要停了，开电风扇了？五个人觉得英国赢，对不对？我觉得平手。哎、欸，等一下，最后还是那你觉得平手，最后会 PK 是不是这样？对。那最后还是会有人赢啊？还是会有人。谁赢？最后谁赢？恭喜台哥 IG， 我告诉你，要掌声鼓励。我们的队长们，哎，终于我跟你们反差，我差意大利，我也是差意大利。
靠，你这样一来我就衰了嘛！我不能有人跟我跟你差嘛！你刚才选的是英国，我才选意大利的、啊。你个屁呀、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要唱球，他连节目好，等一下，好，等一下，重来一遍。现在要唱英国的举手，三，意大利举手。朋友说，我看了一小时，我还是不知道买哪一队。你呢？你要不要？玛利亚桑，你要差一个啊！我要平手啊！没有平手，这最后一定要分一个赢的，哪有人平手？好，那我要那个英国。好，哎呦，四英二意。哇哇！祖孙联盟哎，好不好？下礼拜看谁赢，好不好？来讲金额，差金额，讲金额，差什么？你干嘛推狗狗？你有差什么？就是看谁赢就好了。哦，好。好不好？好了，感谢那个我们怎么讲？感谢中华东啊，中华电信奥运，感谢，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OK， 记得报名哦，到时候线上见哦，然后来看这个下半是什么？拜拜，嗨，拜拜。朋友说，我都看一小时了，你还不告诉我到底要唱哪一段？七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吃我家牛排的排餐了，我看掉。以我猜想，他80%会点到，他今天会点一个重服务员全餐，应该是这样。你说是真的花拉起来这样子？今天我们两个人大概吃个，先来4张吧，4张吧。啊，没有。他说上夜场上健身房，压完重量刚才点的餐点，老板快点上。开胃前菜主菜甜点不分。伟大的音乐。周四晚上11点半，有需索引要订阅哟。是，可可奇呢哟，要订阅哟。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押してください。